来问问小姨还有几个菜。马上就好了。那边菜都够吃了啊。马上还有一个菜。香不香啊？嗯。饿了吧？嗯。怎么样？小姨做饭香不香？嗯。耶耶。走，我们把小姨拿过去。哇，走了。继续啊。他来喽！哇！喝完了吗？嗯。喝完了给我吧，给甲方拍拍嗝，哄睡喽。哎呦，你先吃饭吧。那你呢？我一会儿再吃，你快吃吧，一会儿饭菜凉了就不好了。嗯。哎呀，夕夜，我们之前不都说好？我是喜欢孩子，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当一个妈妈。陈嘉欣。张嘴。你啊，光顾着照顾别人家孩子了，再这么等下去饭菜就凉了，小西米该抗议了。甲方睡了。嗯，睡了。怎么叹气了？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很期待小西米的到来，又很害怕小西米真正报到的那一天，我们就要离婚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办好离婚手续啊？是生完孩子，还是等安娜回来？安娜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以后还有和小西米相处的时间吗？万一我突然想见小西米了呢？那就随时来。
那我每个星期都想见他呢。来。那我每天都想见他呢。看。那我上午见完，下午还想见呢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的担心，但是眼下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。不过很高兴你能够说出来，我是小西米的爸爸，也是西米妈妈的靠山。只要你需要，我的肩膀随时都能借你靠。